主料：鸡肝肉、黄豆、豆渣500克、雪菜一包。辅料：大葱粒。用餐人数：一到两人。炒锅放油，烧热，放豆渣小火翻炒，加一点盐。喜欢吃辣的可放两个干辣椒。等豆渣变成金黄色的时候，放入雪菜，略炒一下，加上大葱粒即可出锅，放在保鲜盒子里，每次吃拿出来一点，凉了也可以吃，很香很下饭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